白天的风，风吹得很大，把森林里面的那个炭吹到那个房上了。我哥，我爸，我们三个人就是泼水，泼水就是勉强就是把房子已经抢下来了。村上，然后是镇上，这县上过来这就我们就是撤离。什么早餐、午餐，什么方便面，什么都有，就在屋子还是可以的。我们四个人住一间，睡的些多的是睡垫，都有发电机这些，满意还是可以。下午四五点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火势已经是蔓延到这个山顶了，然后我们这边是立即响应这个应急预案，我们就立刻把灌区那个灌口先包裹住，封盖住，用那个消防泡沫打了一点泡沫，就是为了防止燃烧嘛。加油现场的话就做了一个断油断电的处置措施，然后我们立刻组织这个员工把群众疏散出去。